车。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标股特快车》，我是陆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呢、啊，指数又创了波段新高啊！真的，台北股市一涨难停。我老是看到个创新高，那你们的股票有飙吗？我们的股票依然全市场最飙。我都讲过了嘛，买对股票天下无敌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只买这种股票，难怪老师够飙。看目标，老大是加鸡羊，你股票在高盘呐、啊！我知道今天震荡很大了哈。啊，有人做啊，我拢你的对不对？莫紧啊，这就是我们锁定的股票，你拿到的股票。啊，这样我还有喷吗？不是干来你啦。一样涨停板啊，天哪、啊，太爽了吧！所有买的全部赚钱。我老师练练高品，那加高品到今天哦。怎么会股票的天天涨停板？那真是修蛤蟆吧！我有每天叫你买这个，这你要买你自己去买，我没有意见啊、哦。你要买我没有意见哦。它连跌好几天，涨一下很正常啊。我变告告你个左头告被弄在落去啦！哎，拜托好不好？指数今天又创新高了、欸，指数又创新高了嘞、欸！全台湾最标的股票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谁呢？外当做你的靠山啊！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呐、啊！你用啥？我干嘛买这么股票？干嘛买这种股票啦？最会喷的股票，因为一直喷的感觉真好啦。那请问你告诉我，我如果要买对股票，看对股票，我请问你告诉我，我要做什么事情？我要让你看到未来啊！喂，老师，你给我让我看到未来。全台湾只有谁可以让你看到未来啦？你爱看啦，这怎样啦？还有人在恐吓你，我老师指数要下来了，要怎么样？有没有？指数如果要下来的话，照理说昨天就下来啦，不会等到今天啦，对不对？通膨升温，哇 ，FED 降息的路开始直接分歧了。然后呢，钱财场攻消委啊，不同调的主张有没有升息？我讲伊是来乱的啦。什么叫做看到未来？从过年前到过年，我们每天讲什么？通膨还是问题吗？你再去想这个问题，它是问题吗？最终还是要降息啦。你不用管那么老是 ，FED 的官员是说哦，年内降三次是合理的，我告诉你一定超过。那前财长的高北恭维有没有？我说他是来乱的啦。请问你告诉我，这是你今天节目上，这是你今天报纸上看到的 ，FED 降息不远了，所以三大亚币将受惠哦。啊，这还要你说吗？什么叫做看三美叫做看到未来？我说台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钱太多，利率太低，没有人在跟你讲房价，没有人跟你讲 M1 BM2， 没有人跟你讲储蓄率。我请问各位，如果不是钱太多，请问你告诉我，房价会不会跌吗？嘿，老师啊，现在没有人买房子，房价一直涨哦，台北股市一直涨哦，为什么？不是因为钱太多吗？不是因为利率太低吗？短时间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。请问你告诉我，如果短时间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，请问你告诉我，指数会不会创新高？很容易就创新高啊！你不是不知道啊，那重点是你要知道买什么嘛。我请问你一个问题，从过年前我一直跟你讲，你要买什么样的股票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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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大家都讲，哇，一定要买这种股票，我全部买这种股票啦，我专门买这种股票啦。我老师今天给我老师那边跟我讲，赚台湾最高标。天哪、啊，通通喷翻天了！下一档，哦，啊，有人讲，哇，迄拢你诶，上高标是不行诶。2月2号，为什么会飙？未来飙股？什么叫未来飙股？我无先跟解释啊啦哈。为什么看都看好它？你不看就奇怪。我老师，你股票在这高盘呐？你去看同集团的股票。他也飙啊，他今天震荡啊，他也在飙啊，他也飙啊，他今天还涨停板了，连这个也是涨停板啊。我没有就没有，我有我才跟你讲，我在强调我节目上讲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所以我不是每天在射飞镖的老师啦，射飞镖大家都野啦，就搞弄你野好不好？我做啥？我讲啥？我做啥啦？我讲啥？我做啥啦？我也懒得翻涨停板啊。
我无一定讲永杰啦，我老师，咱莫讲永杰，我无一定逐班个人嘛有咩，又讲足家己足偌厉害，都偌厉害呢，无要紧啦，真正无要紧啦。同泰无限喷射医药，你可能不熟悉的股票，老师我真正没听过呢，那为什么你要买它？但未来会爆红，大家都知道，因为未来必大爆发。为什么未来必大爆发？我叫我们解问题啦，我叫为什么要大爆发？哎，景气春，这不是我讲的哦。景气春燕到，软板募资相继达阵，有没有？市场看好软板，所以大家都在抢钱，都在募资。那为什么要抢钱募资？如果这个产业不好，大家会抢钱募资吗？是不是代表未来一定大爆发？这就是我买的股票啦，这就是我买的股票啦。你不熟悉的未来会爆红、未来会大爆发的股票，全新底部的股票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：这是不是底部？啊，不就厉害吗？啊，不就小白吗？底部都没人要，我要。哎，老师，你又讲收高盘，又等在等下再高盘。哎，我从头到尾都跟你讲，从过年前，哎，一月底我就跟你讲，我要买这种股票。一月底我要买这种股票，我要买这种股票，我要买这种股票。我是刚刚跟你讲呢。哎，无人要挨老师，这股票我真正，这股票会飙吗？哎呀，这股票太夸张，这股票我都没听过哎。对了，你都没听过对不对？我跟点名都记好，我看好未来为什么要看好？现在你可能不熟悉哦，你不了解哦。等下喷起来，大家哇爆红哇，就高喷嘞，没人知啊。后面呢，涨停板，第二根涨，两天两只涨停板，三天三只涨停板，四天四只涨停板，今天再度涨停板，我呀要求加几人啊？你啊，未来你的股票在这高喷呐？你有来吗？我跟你讲了每一档股票。我为什么今天要请你来？又四天四只涨停板，我觉得太爽啊！我老师，哎呀，你根本不会管今天只是涨还是跌啦。今天涨117点，创新高，台北股市又创新高了。到底要不要买？你还在担心大盘吗？你还画地自限吗？你还要固步自封吗？你还要预设立场吗？反正。我讲过的东西最后都是变成全市场每个人都在讲的东西啦。大家人压休对白，对不对？来，我跟你讲的股票，你可能不熟悉啦哈，底部啦，是不是底部？你来看啦，你自己看啦。为什么飙？我这不再解释了。为什么飙？为什么是底部？这是不是底部？是不是？啊，有没有飙？你告诉我现在有没有飙啦？现在轰动全市场啦，变变球，我老师就穷了，天哪，太爽了吧！所有买的全部赚钱，我给你的股票长什么样子你都知道啦。啊，我叫门去解问题哦。我请问你个哦，啊，那我两个做你的客刷吗？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。我讲过了嘛，你要看到未来嘛，你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就知道怎么应对。我不是每天画大饼。哦，每天画地自限，不然就画大饼。我讲，我和杜安未来看几万点，那个没有用啦。我要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如何去应对，你如何去面对，你要买什么样的股票？老师，咱要买什么股票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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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都看到了，未来标股啊！你都看到了，未来必大爆发的股票啊！一样的道理啊，为什么今天要请你来？这一只更厉害，一样是未来标股，喷射小钢炮，它就是未来必喷的超级小标股。为什么强调小标股？不是我讲的哈，也别讲不是我讲的啦哈。我从一月底就跟你讲，你要买这种股票，你要买这种股票，趋势就是在这里。趋势就是在这里。好，来，今天这给那里的三 D 部队当家。什么叫三 D 部队当家？就是现在啊，所有人的共识就是它是主流啦。资金转向低价、低基期、中小型，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说你要来。你今天想要买最会飙的股票，你才缺我的丢啊啦。
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呐、啊！我只会带你买一种股票啦，最会喷的股票啦，因为买对股票天下无敌，躺着都能赢。我老师真的躺着都能赢哦，我不跟你骗啦、啊。因为老师为什么未来必喷的超级小钢炮小标股，它叫做喷射小钢炮，因为它很便宜，很会喷，加上中小型，你拢知嘛？中小型低基期。低价，这是你今天看到的、啊。那为什么他那为什么资金要转移到这个地方？其实资金早就在转移了啦，资金早就在转移了啦。你要买什么样的股票？如果你希望买你的股票是全台湾最标的股票，大家变变叫，你要买什么股票？我就找这种股票给你，我也要买这种股票，喷射小钢炮。这是我今天 跟大家分享，你今天有来都我那个都没客气，诚心诚意跟你分享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压力，先赚再说。你有来拢有，对不对？就是我跟你讲同态，我也不用翻啦，你都知道啦。不飙翻天，人工老师啊，为什么他会飙？我都没听过哎、欸，我一开始就跟你讲，不熟悉，他未来会爆发，为什么会爆发？我也没骗你啊，是不是底部？底部啊。底部啊，前景一变看好，今年大转机啦。所有买的全部赚钱，我的股票全部涨这样子，我老是假象啊，我就只我啊，不是跟你讲了吗？就是标这种股票，就是标这种股票。啊，你拢知影，啊，你拢买呗。我不是说吼、哦、股票飙我就跟你炫耀，我话你啊，我先跟你讲诶，阮赚上多，阮第一名，唔是呢？你都买得到的股票诶，我讲什么就做什么，不是每天射飞镖诶。那飞镖想我打击打击拢我诶，这个打击嘛我诶，打击嘛你诶，对不对？我无遐济股票啦，我做啥你拢知啦。亚细的接班人，亚细我就懒得，根本就懒得讲了。一月份全台湾最标的股票就是我们会员操作的股票，所有买的全部赚钱。昆盈所有买的全部赚钱。老师那边标，那时候我跟你讲什么？我没有要炫耀哦，我没在操皮哦。来，亚细未来的翻倍标股。哦，我们来看一下亚细现在长什么样子啦哈、哦。其实它也没有大跌啦。他就是在高档整理而已啦，但是我卖就卖，我也没有跟你讲说，哎呀，未来会怎么样，卖就卖的啦，我卖我一定有讲啦，秦雅我也大赚出场啦，几乎卖在最高点啦，我卖在这里啦，我所有会员都卖在这里啦，几乎卖在最高点啦，好吧？哦，我卖是因为我赚太多，我真的不是看坏，我再强调一遍，我卖是因为我赚太多，我赚太多，所以不是看坏，所有买的全部赚钱。然后我跟你讲什么？哎，我卖我是有讲的，高基期换低基期，赚太多换还没喷，未来会大喷特喷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哈、哦，今天大家跟你讲什么？低基期会飙哦，低价会飙哦，中小型会飙哦，啊，这个不就是我过去这一个月每天在讲的东西吗？不是吗？因为老师哇，秦雅别太贪修追雅戏贪修这边了，请你卖掉换低基期的股票。你都知道雅戏的接班人有没有？昆盈，你有来龙无有没有？低基换高基期换低基期嘛？赚太多换还没标嘛？请问这是不是低基期？老师，那拢没标嘞？这是我们听个昆盈那标了，这没标嘛？哎呀，那没标。后面我不翻了哈，我不是要来炒股，我赚多少钱了哈？所有买的全部赚钱。哎、欸，你去看我当时跟你讲的啦，我当时跟你讲的啦，1月31号低基期，2月1号还没飙，我当时怎么告诉你的？我请你把亚细卖掉，我请你把秦雅卖掉，因为我们赚太多了。真的不是看坏，你把高基期换低基期的股票，请问你告诉我，这是不是叫低基期？这是不是叫低基期？这是不是叫低基期？这不是叫低基期？还没标？哎、欸，全部拢你知影呢，你不是唔知呢？
我讲需要吼，逐工社会标无限涉及，吼，反正拢我的。那么那想没要啊？问导师，我天哪，我点个天哪，我点，然后再去跟你讲，以前我买什么股票赚八倍、赚十倍、赚二十倍，这我买要啊，对不对？你要的不是这个啦，你要什么我都知道啦。你心里在想什么我都知道。哎呀，老师，你不要再跟我讲以前你买什么股票赚几倍的啦，你跟我讲现在我要买什么啦。所以我才叫你买亚细，不要讲亚细好不好？所以我才叫你买这个啊，啊，我就买这个啊，所以我才叫你买这个啊，啊，我们就买这个啊。我2月2号跟你讲啦，我2月5号跟你讲同泰啦，同泰连飙都不会飙啦，啊，我已经先跟你讲了，他未来会大爆发，现在没有人认识他，底部的股票，你自己看是不是底部嘛？唯有领先全市场，就能够制霸全市场。我妈跟我老公，我老师你都自霸，你还不断的自霸全市场。我就想，全台湾只有哪一个人在跟你讲房价的？我到过年前，到过年后，我每天都会讲超级低，利率超级低，资金超级多。所以为什么房价不会跌？为什么越来越贵？为什么价格一直涨，照涨？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？如果你有钱，你会做什么事情？不是买房子。就是买股票嘛，啊啊！如果大家都没有买房子，那钱跑到哪里去？钱跑到哪里去？你告诉我，钱跑到哪里去？你告诉我，钱跑到哪里去？你告诉我。哦，所以为什么要买？哦，我就不再解释了，反正只是时间的问题，你不要再上当了。我老师可能要升息，哎。我真的是真的是来乱的啦，下半年就是要降息啦，吼，拖得越久反而越好啦，这是现在的现况，中国在宽松，美国未来要宽松。所以我们要买股票嘛，我们要买什么样的股票，我们要买什么股票，其实你也知道啦，哦，你也不要跟我讲说你不知道啦，这是一月底的时候啦，我那时候跟你讲什么？现在流行的股票是什么？我那时候还要点名一档股票。我那时候点名的时候是在这里，现在飙三倍，从这里到这里三倍。好，我没有买了哈，但是同集团的股票里面呢，后面同集团的股票全部都喷出了，未来飙股。未来的翻倍标股，包含我跟你讲的同泰无限喷射一号，未来必大爆发的标股。今天一样涨停板，打刚嘛，老师打刚涨停板，哎，为什么？老师为什么？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现在流行中小型股，特别会飙。那你要买，你就买这种股票。为什么？我还是要强调一遍哈，你就买这个。现在流行什么，你就买什么最会喷的股票。所以我要给你的一样，也是最会喷的股票。好，因为我带你买的就是这种股票嘛。我带你买这种股票，结果是什么？你最清楚。我带你买这种股票，结果是什么？你最清楚。我带你买这种股票，打刚涨停板跳过链，老师今天又涨停板了。所以，我接下来要锁定的股票，一样是这种股票，喷射小钢炮，它就是未来必喷的超级小标股。哦，只要扯到未来啦，我老师未来标股哇，打刚涨停板，哦，有没有？未来标股打刚涨停板。未来标股打刚涨停板，你都知道啊。那接下来要买什么？老师，他为什么未来必喷？因为很便宜，很会喷中小型，这就是现在流行的股票啦。这是今天你看到的啦，大家都跟你讲，哇，就全部都集中过来了。
资金开始转向了，全部跑到低价。我请问你，告诉我，我最近跟你讲的股票哪一档是高价？我最近跟你讲的哪一档不是中小型？我最近跟你讲的哪一档不是天天涨停板？为了共轨啊，买对股票天下无敌。你锁定的股票是什么样的股票？你锁定的股票是不是市场上的主流？你锁定是不是现在最红的股票？所以我一样要买这样的股票，很便宜，很会喷，中小型。因为现在最流行的股票就是这个，资金都转到这里了，你不买这个你要买什么？所以我跟你讲，它未来必喷嘛，未来必喷的超级小标股，中小型的小标股，这是现在会标的股票啦。现在最会喷的股票就长这样子啦，小标股啦，中小型啦，中小型啦，中小型啦。好啊，我就带你买这种股票，下一支也是这样子，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。小心一旦引爆就是连续涨停板，喷到疯掉。我们了下一支最会喷的股票，喷射小钢炮，一旦引爆就是连续涨停板，就是连续涨停板，就是连续。各位老师阿廖威的股票来这个好盘，下一支也长这样子，你可以来试试看，一起来体验喷射小钢炮，今天送给各位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赚钱，诚心诚意跟你分享，不要客气，不要有压力，先赚再说，只要你有来你就赚得到，一起来体验下一支最会喷的股票，喷射小钢炮，未来必喷的超级小标股。我还需要说什么？我还需要说什么吗？今天涨停板，昨天涨停板，前天涨停板，大前天涨停板，我们把放假拿掉了，四天四只涨停板。大家嘛安呢，都无这个老师，这大家拢有哦，即摆大家老师拢有哦，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，啊，你股票拢先做安尼啦，对不对？下一只就是它，未来必喷的超级小标股，很便宜，很会喷，中小型。现在就是要买这种股票，所以你要大赚，你要买什么股票？你要赚最多，你要买什么股票？资金转向这种股票，那你要大赚，你就是要买最会喷的股票。那你要买最会喷的股票，请问你告诉我，现在资金转到哪里？转到这种股票身上嘛？啊，你只要买对股票，天下无敌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要买这一只股票。你来试看麦，一起来体验喷射小钢炮，今天送给各位，电话开通，我们一起来体验。我先进到广告。金龙献瑞贺新春，168飞龙在天专案，金龙飞天让你旺一整年，发财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SBN 财经台，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
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飆股特快车，欢迎到我家现场。如果你都还没赚到钱的，你现在要买什么样的股票？你就是要买最会喷的股票啦。你走下边熊高边，老师记得现在资金都跑到哪里去？现在资金全部都跑到这个上面了，有没有？低价、低基期、中小型，因为这个股票我那个共轨啊嘛，我都有跟你讲了嘛，所以我买的股票全部都涨这样子嘛。未来标股永杰，请问是不是低价？亚细是不是低价？未来标股，未来标股同泰哦，大家都安尼喷，哇，老师加西洋，哇，超级会喷的，超级会喷的，还有超级会，现在天天涨停板嘞，超级会喷，很便宜，很会喷，中小型喷射小钢炮，它就是未来必喷的超级小标股，今天要送给大家，小心一旦引爆，就是连续涨停板，不要等它引爆，现在来就有，只要你有来，你就赚得到。你来信购买，一起来体验下一支最会喷的股票——喷射小钢炮，就在送给各位点位开通，直接送给你，祝各位顺利。感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